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偈颂里面二十门呢，介绍过了。后面两首啊，是总结。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啊，随诸众生并不同，悉以法要而对治。随诸众生心所要，悉以方便而满足。随诸众生行差别，悉以善巧而成就。如是三昧神通相，一切天人莫能测。清凉大师有注解啊，这个注解我们也念一念啊。第七、第八的啊，前面两句啊，就是一共六句。借所借多所因啊，有四些谈故啊，些谈是梵语啊，繁华合一啊，四些呢这两个字是中国话，谈是印度话的翻译出来的，就是檀诺啊，四种檀诺翻成中国话是布施啊，就是四种习，就是变的意思啊，习檀翻作变施，普遍的布施有四大类，这四大类普遍的布施。那么这个随诸众生并不同，这个就要辨识了啊，佛必须要随诸众生，众生并不一样啊，所以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对治，帮助他回头是岸，帮助他破迷开悟，这个最重要啊，这是教育啊，啊，教育一定要看学生的根性啊，因材施教，不能用一个方法啊教一切大众啊，那是不可能的啊。那么现在的学校出了问题啊，怎么出了问题呢？与这个原则呢恰好相违背，这个问题已经被现在很多学者专家发现了。前天有个同学啊，昨天捡了一些报纸啊，这些讯息给我看，我昨天晚上回去翻了一翻，117个科学家啊，他们来谈话讨论呢，这个世界确实发生了什么问题，其中就有一条教育发展问题，居然他们提出来全世界各级政府不要办学校，教育害死了很多年轻人
这个话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人敢说啊。这科学家最先提出来的啊，他提出来，我看到了，我今天才看到，说出我的感想啊。为什么呢？现在是教育啊，真的没有从前私塾好啊，私塾老师教的学生不多啊，大概都是二三十个人，超过五十人的几乎没有，没有那么大的规模。三四十个学生呢，老师的精神能够关注到，而且老师教学呢是确实是因材施教啊，每一个人老师对每个人教学的方法都不一样啊。那么我小时候念的这个很短时间的私塾，有这么个印象啊，不深。可是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，李老师开了一个经学班啊，一共有二十多个同学，他是用私塾的方法，两个人一组啊，同学一部经，使他来教。这个经典呢，选择学什么经呢，是学生自己选择，选择出来的时候给他看，他认为可以行就教你这个，认为不行你选的太深了，选的不适合你重新再选。你可以选三次，三次都选择老师不同意了，老师替你选一样啊。他用这个方法啊，所以我们二十多个人呢，等于分十几个组啊，就是十几种经啊，两个人只能学这一部啊，那其他的经呢，你可以旁听啊，那不是你学的，你学的是你这一部，个别教啊。啊，所以你看一般二十多个人程度不一样啊，根性不一样啊，好要不一样啊，我喜欢般若，那个喜欢三论，那个喜欢法相，这个喜欢净土，还有喜欢禅的，这个人爱好不相同，你要随着众生的爱好。你看这个里头第三句，随诸众生心所要啊，他学了才会生欢喜心啊，啊，进度也快，也能得真实受用啊。你所讲的他不愿意学的枯燥无味，浪费时间浪费精力，实在讲这一桩事情，我在抗战胜利之后在南京第一中学念书啊，我那时念初中三年级，我很不重视功课啊，但是为了文凭嘛，我读书很专心听啊，就是听那一次，我从来不复习啊。考试的时候，考试之前我只需要十分钟把功课复习一遍，我一定会及格啊，我也不要多分数多，六十几分就够了啊，及格了嘛。我从来不争这个名次啊，只要年年升级就行了。我的时间呢，到图书馆去念我喜欢念的书啊，所以我在同班同学当中我常识最丰富啊，读得多嘛，课外东西学得多啊，课内东西不想学啊，只保持及格啊。我给我的校长都讲过，我说现在学校学的东西所学非所用啊，校长也笑起来了，那这学的有什么用处呢？
啊，那我们现在想学的时候，能够学的东西很管用，啊，将来我离开学校踏进社会的时候，我都用得上啊。啊，现在学校功课拿到这个社会上，好多东西用不上，你不叫浪费吗？浪费太多啊！啊，现在可以说，从幼稚园一直到高中，啊，幼稚园假设是三年的话，小学六年，中学六年，十二年，再加上三年，十五年，这十五年的时间可惜掉了，啊，幼稚园教的小猫跳，小狗叫，有什么用处？你在说有什么用处？啊，不如从前念三字经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那够管用啊。啊，不如念弟子规啊，正管用啊，学以致用啊。啊，所以我看到这个科学家提出来，是我想到了，我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学校功课敷衍啊，这个所有的时间精力都在课外找我喜欢读的东西啊，找我喜欢学的东西啊，所以在这个学校念书的时代，在初中时代啊，我喜欢国文啊，所以国文课我就很认真啊，作文课我能写3000字的文章啊，我喜欢的啊，喜欢写字，喜欢画画啊，喜欢篆刻，这个都修心养性，哎，真有帮助啊！啊，也喜欢音乐啊。那么其他摆的是课程，就是重要的课程，我认为对我都不重要啊，这敷衍了事就行了啊。但是我能够混到门门都能及格。所以这是说明是现在学校的这个课程真的要好好检讨啊。啊，这个科学家不提出这个问题来，我不敢讲啊。啊，我只能自己晓得我该怎么做法。啊，所以我学的东西不是学校学来的。啊。那么方老师介绍这个佛经哲学给我，啊，方老师教我一对一，啊，跟师叔没两样啊，啊，不是在学校听他的课，他不让我在学校听课啊，啊，当时我们也不敢问，哎，现在我们就晓得了，他当时只说了一句话：现在的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你到学校去听课，一定大失所望。这告诉我这。啊，那么今天我们看这100多位这个学者专家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啊，张家大师教我佛法也是一对一的。啊，有一两个旁听，啊，一个星期2个小时，啊，那么李老师跟我上课虽然是一般，啊，一般还是一对一，啊，他老人家授课的时候，啊，教的这2个同学坐在第一排当中的位置，跟他面对面。其他的不是学这部经的全部旁听啊，不能够缺席，堂堂课都要到旁听啊。我跟他学经
经教的时候，因为我去的晚呢，排的最后一名啊，所以他没有直接叫我啊，我是旁听生旁听得来的啊，我旁听的很认真啊，那个受教的他没有学会，我在旁边旁听学会了啊，所以这些旁听的同学有了疑问的时候还来找我啊，我那个时候就无形当中啊变成李老师的助教啊，我帮助这班同学啊，那这个时候我在同学当中啊占一个便宜，说我的记忆力很好啊，我听一遍至少能够记住95%，有这个能力啊，另外呢我的悟性比他们强，我能体会得到啊，所以李老师对我的教学啊，听经不准我写笔记啊，别的同学写笔记啊他不制止啊，啊我写笔记的时候啊就要骂人啊，不准写笔记，专心听讲啊，告诉我写笔记没有用啊，啊明年你的境界提升了，你所写的这个写的东西全等于零。我想对呀啊，那么这么多年讲经，同学有跟我很多年的，你们知道吧，年年境界不相同，无量寿经讲11遍遍遍不一样啊，最后一遍哎好一点，前面那个都作废了啊，讲过去之后我自己从来没有一遍是满意的，没有啊，为什么不满意呢，这就是说明还是不断在提升啊，我们有一样东西满意啊，啊没有一样东西哎呀我还讲得不错，没有，从来没有过啊，我自己总感觉的毛病很多啊，不够透彻啊，不够透彻，我领悟没有到啊，所以因材施教不容易啊，啊我的修学是这么来的啊，真的是佛菩萨没有定法啊，你看因众生的病啊，这个病是根性不同，因众生的爱好兴趣不同啊，那么你用什么方法去对治啊，用善巧方便让他生欢喜心啊，他感到学真学到东西了才生欢喜心啊，所以这个第二句啊，系以法药而对治啊，这个就是破窝啊，对治他啊，对治些他。第四句呢，系以方便而满足呢，欢喜懈怠啊，四懈怠，第一个是世界，世界就是欢喜啊，世界就是欢喜，哎，你要一定让他生欢喜心啊，啊，他没有欢喜，他就不想学了，学不下去了。底下一句，随住众生行差别。这是为人懈怠啊，生善啊，
你要帮助他断恶修善呐、啊。第四句“系以善巧而成就”啊，这是第一义懈怠啊。第一懈怠是误入，这是最难的啊。终究的目标啊，你要帮助人开悟啊。啊，那帮助人开悟呢，你就要懂得他为什么迷的。啊，这个要知道，他不知道。啊，尤其是初学，他怎么会知道啊？啊，我们学了这么多年才晓得。啊，怎么迷的？一念不久。啊，什么时候一念不绝？现前呢、啊？佛家讲无明，叫无始无明。哎呀，我们看到这个字想了，无始没有开始，大概很久很久以前了，解释错了。啊，无始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字面上没有开始。那为什么会出了这个毛病呢？一念不绝啊！《楞严经》上有个好比喻：言若大多，迷头认云啊，这是个故事啊。这个故事呢，是在讲常常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啊。我们当学生，就常常发生，自己也发生过啊。抗战期间呢。学校里都要受军训的、啊、有这门课啊，受军训的 啊紧急集合，教官一吹轿子赶快去集合啊，服装整齐啊，身上穿着服装往外头跑了，刚刚跑到大门口，哎呀一问，哎，问同学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帽子啊？慌慌张张的，人家说你的帽子不是戴在头上吗？一摸头上，果然戴上了，这叫迷头认云。常常有啊，啊，你说这个迷了，一念不绝了，是什么时候？没有开始。佛给我们说，我们今天一念无明，就像这个样子，哪有什么开始？有开始就变成真的了，有始有终是真的了。没有开始啊，所以叫一念迷。那为什么会有一念迷呢？现在我们晓得，这是烦恼习气，哪里是真的呢？啊，所有一切的不善全是烦恼习气啊，没有开始啊，啊，所以它也没有终结，只要一念绝了就没有了啊，绝太重要了啊。有没有一念绝的时候？有啊，心地清净的一个念头没有，不是没有，是有，但是怎么样，时间很短啊，真的像那闪电一样啊，闪一下光明啊，第二念呢又迷了。你不能保持，如果能保持到这个一念，哎呀，有保持的念头错了，为什么呢？妄念就起来了啊。这个意思很深呢，注意要细心体会啊，怎样保持你念念都绝而不迷？可是你不能起这个念头，起这个念头你就迷，你就有错了啊。所以宗门讲这个开悟啊，这个老师提出问题，学生才一开口马上把口给捂住，不准你动念头，那就是保持你的清净心啊。你听到外面声音，哦，马上就要应，是错了。你起心动念了，一起心动念，跟着就是分别执着，啊，速度太快，
啊，所以妄想分别执着啊，我们用三个有色的透明纸给诸位看的时候，这个东西是一个错误的抽象意念，不是事实啊。我们的习气呢，见色闻声，就六根接触六尘这个境界啊，马上的反应，这一反应就错了，这个东西马上就起作用，就把智慧德相啊全障碍住了啊。应该怎么样？般若精神讲的照见，照见就对了啊。照见是什么呢？是不起心不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那叫照见。照见那就跟如来跟法身菩萨完全相同啊。心经上讲的照见无蕴皆空啊。然后你就懂得了，禅宗里面老师问个问题，你要想开口回答，为什么时候香板就打下去了，把你口捂住了，为什么？你起心动念了。怎么我问你一直要考考你的时候，你不会关照，你不是用照见啊，你是用什么？马上就起了妄想分别之处，把你妄想分别之处打掉啊啊！可是那个老师看的什么，真把他打掉，他一下子打就开悟了，这个才要打。如果打了他还不开悟啊，打死了都不开悟，那就没用了，就不要打了，那个打了没意思了啊。所以相板是什么时候？老师看出来了，将悟未悟啊，这一板下去马上就觉悟啊。什么觉悟呢？妄想分放下，第一义啊，啊，这个意思很深呐、啊。所以，谤惑要在这个边缘上，将物未物的时候，啊，那真有效果。啊，不是在这个境界里头，打死了也没用处，太不开悟，不但不开悟，恨你一辈子，还惹得来生冤冤相报。对，这个道理要懂，啊，那你老师是真有功夫。是自己是开悟的人，他要不开悟他看不出来啊，你的境界他看不出来啊。所以这个四悉檀呢，最后这个是真有成就了啊。所以这个两首偈前面六句是讲四悉檀啊，主要的你看众生根性啊，烦恼习气，这你要知道啊，众生的欲望爱好你要知道，众生的他修行啊，这个随住众生行差别了，就像他所修学的法门啊，修学依据的理论，修学的方法啊，他修行究竟到什么境界，通通都要明了，你才能有方法啊，就好像大夫治病一样啊，啊，诊断很清楚之后，然后下药，药到病除，啊，这是个好大夫啊，啊，帮助你转迷为悟，帮助你转凡为圣，这是个好老师啊。那么这样的老师找不到啊。可是你要记住有一句话说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我要求一个好老师，能不能求得到呢？如果求不到，那佛门这句话不就是骗人了吗？不就是妄语了吗？真的有求必应，你要是真修真肯修，
真想成就，佛菩萨会感应。啊，最低的这个感应呢，就像化身，啊，像这个虚云老和尚啊，生病遇到的瘟疾，啊，这个化身感应的很多啊。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抗战期间，我在贵州念书，我们的校长周邦道先生，啊，是我们一生呢最佩服的、最敬仰的一个老师。啊，这个老师，这个伦理道德，真的是百分之百的落实。啊，他做足到啊！我们一生当中没有看到第二个人呢。啊，学佛戒律真的是清净，心地慈悲，绝对没有伤害别人的念头。啊，他在台湾。啊，那官也做得不小啊，啊，考试院考选部的政务次长，啊，就是副部长啊，公家配的有车给他，啊，他那个行事啊，你想不到，公事办公事，他坐他那个车，私事啊。他出门坐巴士，啊，他的小孩从来不可以坐这里，那是公家的车，啊，这个汽油是国家的，不可以浪费，啊，公家给他装电话，公司用这个电话，啊，外面打来的可以接，啊，私人的事情时候不可以用这个电话，啊，私人。家里小孩办什么？到门口公共电话去打电话去，不可以用这个。他的儿子是我们同学，他说我那个老爸爸就古板到这种程度，天下哪里有找不到第二个人呢？啊，这给你装的电话就是方便你家里用的吧？不可以用，管得这么严。所以中国官员要都像他了，没有一个贪污的。啊，没有一个不守本分的。所以他人家他是以身作则，对我们同学影响很大了。啊，我们同学虽然做不到他那样子，受他的影响，受他的感召，啊，虽然做不敢太过分。啊，用公家电话办私事的时候，也得长话短说，做到这一点。啊，但是他就说，私事绝对不能浪费公家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就见到这么一个人啊。啊，我们的李老师也在公家公机关这个做事情，啊，常常写信的。用公家的性质，啊，公家的性质信封是让你不做公务用的，不是给你私人写信的，啊，可是我们老师的说用公家的这个信封性质私人写信，但是什么，他都要跟他的主管说，啊，我要用公家这个性质信封写私人信件，可不可以？那个长官说，哪一个不是这样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啊，老师说要问，我要不问的时候我犯偷盗戒，啊，我要问的时候是你答应我的，
可是我们周老师的时候，不问，决定不能这么做。啊，这是个人所行有差别啊。前一辈他们所学所修这些行仪都是我们的典范。啊，这样的行行才减少过失啊。啊，我们今天讲忏除业障啊，天天忏悔没做到。张家大师告诉我，我们所求求不应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你有业障，那怎么办呢？业障消除，你所求的感应就现前了啊。怎样铲除业障呢？后不再造，这老师教的啊。佛菩萨面前忏悔了，明天还照样干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没有感应啊。那么像李老师啊，特别是周老师啊，他真的是后不再造，他真做到了啊。他的生活私生活非常清苦啊，衣服确确实实跟李老师一样，外面一套看起来还像个样子，里面都是补补的。他收入也不错啊，啊，为什么还穿破衣服补补的呢？他那一点收入啊，都去帮助更穷苦的人。帮助哪些呢？家亲眷属啊，我们知道老师那个时候帮助家亲眷属不是在台湾，在大陆，大陆家乡里头有很多很清苦的家亲眷属啊，每个月都给他寄一点钱，常年不断。自己节俭到最低程度啊，《弟子规》里面所讲的，他全做到了，通通落实了啊。所以他不是讲的，不是念的，他做出来给我。啊，叫身教啊！啊，那么我在学佛之后，这三个老师，啊，方老师、张家大师、李老师，对我们最重要的都是身教。啊，你看他日常生活，你看他工作、待人接物。儒释道三家所说的都能在他日常生活当中看到啊。那这对我们晚辈，对底下一代，善巧而成就啊。这个善巧就是自己要做出来啊，而不能说这个善巧，这个做出来已经成了习惯了啊，并不是因为哦面对着我们他要装模作样，不是的啊。有学生能够教装出这个样子，也不是的，他成了习惯
啊，有缘的人跟他接触，真的就有成就。啊，有缘的时候你看出来了，你学会了。啊，没有缘的人是天天跟他在一起没看出来。天天在一起也看不出来，太多了啊！《金刚经》的发起，诸位晓得，须菩提发现释迦牟尼佛日常生活，他才能表法啊！《金刚般若》什么时候讲的？啊，诸位想想看。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之后，啊，华严不算，华严是二七日中在定中讲的，啊，只有化身菩萨才有能力参与法会，凡夫不可能。出定之后。在鹿野园度无比丘开始讲阿含，阿含讲八年啊，有了根基了，再提升讲方等啊，阿含十二年的，方等八年，二十年的，这二十年当中，须菩提没有离开释迦牟尼佛啊，二十年之后开始讲般若，《金刚经》是第十六会换一句话说，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了，至少是二十五年到三十年这个时候讲金刚经啊，他才发现呢、啊，啊，发现释迦牟尼佛日常生活这个里头有大学问呐、啊，有大道理啊，啊，赞叹世尊呢，稀有啊，啊，发起金刚般若这一会，那、啊、就是看出来了。看了二十多年啊，才看出啊，看出什么呢？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最著名的一句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释迦牟尼佛生活里头显示出来呀 跟他老人家在一起，生活在一起，天天跟他，天天听他讲经说法，都没有看出来，啊，二十多年才看出来，所以你才晓得，啊，跟着一个老师面前，看不出来的人可多了，啊，几个人能看出来？啊，绝对不是说一跟的时候就能看出来，没有这个道理。至少都是十几年以上，那是根利的。须菩提尊者啊，二十多年，我们估计是至少二十五年到三十年。啊，你就知道不相同啊！啊，这个事情难呐、啊！那么佛为他讲金刚般若啊，我们知道金刚般若会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人多了啊，语言成熟了，看出来语言就成熟了，没看出来没成熟啊，没成熟不要紧，哎、啊、只要好好的跟住啊，不要离开，这个人就有福报啊，
为什么呢？等着机会成熟啊，什么时候？因为你烦恼天天轻，智慧天天长，总有一天呢，你看出来了啊，你明白了啊，这是你真正体会到，真正学到啊，这才叫成就啊。你没有悟入这个境界，你没有契入这个境界，不叫成就。啊，所以经不能一天不学啊。我不是讲不听啊，我是讲不学。听跟学不一样啊，学是真干啊，啊，听是止于理解，解而不行，没用处。啊，所以学里头有信解行证，听里头没有。啊，听里头只有信解，啊，后面你做不到啊，啊，那个不算成就啊。现在我们所讲的佛学啊，佛学就是止于心界，没有心啊，境界转不过来。佛学，佛学家很多 啊，学佛就不一样了。学佛的时候有心，有解，有行，有真啊，那叫这有成就，真的受用。佛经里面所讲的殊胜的功德，你确确实实都能得到啊。我们一般所讲的转恶为善专迷为悟，转烦恼为菩提，转生死为涅槃，转凡成圣，你做得到啊！啊，那你做不到在哪里？做什么有信心？华严经上最重要的两句话。第一句话，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。第二句话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这个两句开始太重要了啊，你要真的能够相信，那么你这一生学习的目标方向道路就清清楚楚了，不会再走冤枉路了啊！相信自己，自信本觉，相信自己本性本善啊。我们修什么无非就是回头把我们的本觉找回来，把我们的本善找回来，所有一切不觉不善本性里都没有啊。那现前有这怎么回事？这习性啊，习性不是真，马明菩萨说得很好，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啊，不善不觉本无，本无
当然可以断掉，你就能相信自己，我的毛病习气我可以能改得掉，你就有信心了。现在多少人谈到毛病，哎呀，我这么大的年岁了，这么久了，哎呀，改不掉了，没有信心，不是改不掉，没信心。有信心的人就成就了，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头一个是相信自己，自信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信佛信菩萨没有，你没有自信，那个心接不上，所以头一个要相信自己，第二才相信佛菩萨，依照佛菩萨的方法，依照佛菩萨那个道理去走，决定走得通。所以头一个相信自己，人没有自信，信佛是迷信。佛菩萨能不能保佑你？不能啊，鬼神也不能啊，一定要相信自己，实在求神求鬼，那个鬼神能保佑你的还是你自信，信心成就一切，你要没有信心的话你就做不到，但是没有自信，信鬼神，信上帝信佛菩萨对你的帮助非常有限，说个老实话，帮助你解决问题也只不过是2-3%而已，你就晓得多么有限。如果你自信呢，再加上这个信他呢，这个力量可以达到90%以上，管用啊。人最可悲的丧失了自己的自信心，幕后两句总结，借用难测，如是三昧神通相，这个就是前面这个声闻所讲的，中国道家所说的无为而无所不为，佛法里面所讲的不二法门，一切天人莫能测。为什么？天人是凡夫，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，他有障碍，所以他不能理解，看到这些事情，诸佛菩萨戒引众生度化众生这些事项感到很神奇，感到高深莫测，如果把不要说妄想了，就是把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看出了门道，你就看出来了，原来毫不稀奇，自自然然呢，应该是这样做法，自己成就才能成就别人，自己不能成就，学得再多
你是佛学，你是止于心结啊，心结不圆呐、啊。为什么不圆呢？你的心结没有经过考试，没有通过实验，所以那个心结呀、啊，人家真的给问你的时候，你还半信半疑，你还一知半解啊？为什么呢？没有通过实验。实验是什么？实验是信。你把你所信的、所解的落实在自己的生活，落实在自己的工作，落实在自己处事待人接物，你都做到了，哎，相信，哎，你解的是真，信的是真，那就叫真啊。正不是别的正，证明我所信的、所解的跟我的生活是一不是二啊，这就叫真。那个信是真信，那个解是真解啊，真的懂得了，明白了啊，这叫悟啊，悟入啊。不通过行门呢、啊、没有悟啊。没有悟是道听途说，听人家这么讲的，看书上这么讲的啊，自己有信心，信心不坚固，不是真心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那么这一段啊，这一段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